要是能脱了我裤子，我里面还有一条，里面没口袋啊。这是你的战术吗？一会儿他们过来是你。哇，这个选择还挺好哈、啊，不错吧，爸爸？录个视频嘛。录视频啊？那你再拿再吃两块，再吃两块来。来了啊！一二三，好。朋友们，看看我现在的待遇啊！后悔没？后不后悔？再吃一个，再吃，哎，有的是，来来，有的是，一个接一个，应有尽有。来，走着，来走着。太棒了！辛辛苦苦从餐上刚刚我借过来用的，我们一共是六颗松茸。你吃了？说我吃没吃啊？你就说没吃呗，怕啥？我没吃。那问题是我都发出去了，你是？这咋整啊？这浩哥你也不帮我。算了算了，既然都吃了，那吃到底的来。这怎么样？开心吗？我哥吃的开心，我就开心。我也越来越不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上山注意安全。浩哥，我真错了。没事，我真错了。哥不是记仇的人啊。不是。过去就过去了。哥，我劝你一个人上去，顶多就是找不到松茸。他上去了之后，可能下来就一个人了。我还能保个安全是吧？行，你们要不要好好看看我长什么样子？